新闻大爆炸，你问我来答。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 BEST。 想问问顾楚轩，可以讲一下自己对 BEST 这首歌的理解？理解就是我们五个少年，然后共同踏入一辆车，然后行驶自己的目标，然后在路上肯定有艰辛，但是我们会无所畏惧。那他为什么没有难忘的事？对，有一个难忘的事，就是我们去的时候，我还充满了好奇，充满了美好。然后路中我看了很多风景，觉得特别美。但是到了酒店以后，已经凌晨了嘛，然后突然通知要化妆，所以就打破了所有的美好。对，就这一点，我觉得。小蒋，最开始什么吸引你报名了 A 加进？生活所迫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那个，其实是因为我从小有一个就是一个梦想嘛，感觉是像他指引我一样，然后就来到了这里。可以传授下每天洗脸40分钟的必备知识。妆的话，首先先把妆卸了，先用卸妆湿巾卸一遍，然后卸妆水卸一遍，洗面奶洗完就开始护肤了。第一步，首先先把脸先保湿一下，然后我有一个仪器美容仪，然后先把里面的毛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洁出来，再去做那个毛孔的收缩，开始涂一些护肤的产品，像精华呀、乳液啊，都可以往脸上就开始涂，涂完之后再涂一个睡觉面膜就睡觉了。他每天他每天都这样吗？我们俩说一块儿，他每次来的时候脸上都是带着一坨黑黑的东西。那你其他人有跟他聊那个洗脸时间长？就感觉，然后他就是清水洗一把脸，他不怎么用，就是脸上往涂东西。嗯，那换一个新愿望。我害怕说出来大家会打我。我想说了，愿望为啥会？我的愿望是长胖20斤。长胖20斤。兄弟们，我打。你是怎么吃不胖？吃的也不少，吃的挺多，但是就是吸收不。对。赵德芬发给我们的所有歌曲完整版，记得。尽快了，尽快，尽快。拿人的嘴，骗人的。我觉得你的粉丝都在催你，还记得你答应他们的 vlog？vlog 在学，在学。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vlog， 我可以教他，真的就是10分钟学会的事情，但偏偏就不学，所以男人的嘴骗人的。学肯定学。想问问朱莉，2020年有一个真的最大的愿望，好几年了，也不好几年了，你才多大？你才多大呀，兄弟？那小时候的愿望别吸光了，就是不要去赶课。去年许下这个愿望的时候，今年就没实现，我希望今年能实现。我和兄弟，你开始吧，我们不看，我们不看，不看，快，好了，叫我一声啊，完事没？还打呢？真萌，真萌。其实不同风格的，对，就因为暂停世界是一首慢歌嘛，然后 Best 是一首快歌，有对比。Best 呢，就是，我们五个人的梦想，然后。聚在一起去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，对，说的就是我们。天气晴这首歌就像它的歌名一样，就希望每一天的明天都是晴天。对，我希望以后大家就是听到我们这首歌的时候，会在运动场上听到，大家都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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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天气晴朗，微风刚好，就像我。好，说。你想和我当刚出道吗？您出道的心情？第一反应吧，在发布会上，就是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多喜悦，因为我们五个就是在出道前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对，从各个地方然后聚集到一起，然后接受培训，但我们培训其实也有淘汰的，然后直到我们到发布会按下那个启航那一刻。3、2、1。还是那句话嘛，成家了，真的，就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对。那你觉得你这个团队比中国团队低还是？我觉得身高吧，这是我觉得挺高的。挺高的。虽然我拉低了整个团的这个身高，但是，我有兄弟。随意说出一个人让你最担心、最放心的。好，我先说个名儿，最放心的就是他的睡眠质量。特别好，哎呦，他是真的能把床睡塌了，你知道吗？最不放心的就是，毕竟贾樟柯是我们 BEST 的门面之一嘛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会水肿的人，就门门如果肿的话，团就不行了。为啥呢？因为门面嘛。最担心的是，楚轩是他的男性荷尔蒙比较强，所以他胡子长得特别快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最放心的是业务能力挺强的。就是我说图图吧，
我对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熬夜，就是我怕影响他第二天状态嘛。然后对他比较放心的一点就是我经常丢的东西他都能给我找回来。我是他保姆呗。对，比较放心。我是你身后那个，比较有缘。我是你身后这个男人。焕宇最让我放心的就是是个实干家，就是做事情能力就这方面就是办实事儿。然后不放心的一点呢就是太听话，太听话。我来说弟弟吧，他最让我担心的一点是他不能再长个了，真的不能再长了。可不敢再长了，兄弟。就是我们五人站一起要，如果是要拍大头照的话，说话了，我们一拍，弟弟只能拍到下巴。而宋宇轩只能拍到头发丝儿，就非典，就不在一个平面上了，就直接非典你一下。对，放心的，没啥人，其实没啥让人放心的，毕竟他是个弟弟嘛，我们几个哥哥都得为他操心。嗯，对，没啥放心的。啊，你们觉得团队里谁的衣服最好？兄弟，我咋不咋的，我也去过巴黎。不是，因为。因为你们如果都觉得自己音频好的话，那肯定是投给我呀，把这个。啊，对对，音频最好的是蒋一鸣，蒋一鸣，对，就是他往这一站一杵，只要他身上没有，从他的妆、发、对衣服，所有给他配到了，他只要来个人就行。一般先负责啊，一般我是负责他的妆发，他的妆和头发型啊，然后。我一般就负责他上身的衣服，上身衣服。对，因为我的腿码跟他不太合。站长说完你就点我，兄弟你有没有必要？然后那至于鞋子啊，就看他这一身搭配了啊。大家就他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多大码多大脚。对。所以说，对，你们知道我们团谁是大佬了吧？哎。如果微信收到以下三条聊天内容：时长50，总两个语音，第二个赞，第三个呵呵。59秒的语音，59秒的语音，我收到是不止一条，一收好几条，你知道吗？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我只会听10秒，我就知道大致的意思，就是每一段都不会听完，太久了。其实你这种情况可以转文字。听我说，翻译不一定对。对，比如说有很多字，像图图跟焕宇这种发59秒语音，人家翻译不就翻译就没有，就翻译太标准了。不是，那个翻译可能就一直转圈，咱俩你知道吗？就不翻译文字，一直转圈。这个车是我画的，就像我们 Best 的 MV 一样，那我们五个人然后集结了一起，梦想之车，梦想之车。哦，那我说一下铁轨的事啊。好，你讲吧。这是一个通往梦想的列车，这是个轨道，就算是我们的梦想，前面是轨的，前面是我们的未来，轨走过的轨的后面是我们的经历，所以它是一个有轨的。我觉得我们的梦想一定要在我们的经历之上才能会行得稳。对，主要是行得稳这个列车。首先呢，你的车你得有自己的旗帜，你得告诉所有人我们是谁。你开了辆车，你开啥车？你开 Best 的车。所以说这个旗帜得插在我的正车头上。就是我们。你这不能插歪了，你只能插车头。对。在一幅画里面细节很多，然后我就想轮毂之后车又需要排气嘛，对吧？然后又加了一个这个，把所有的不好的过往，还有一路上的那些，都抛到对，抛到脑后，对对，这是云彩对吧？这是太阳对吧？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。这轨道干啥呢？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还有一个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。我告诉你，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一步登天，只有慢慢来。我跟你说。所以投票了，开始投吧，投票。最差的就不用，毫无疑问了，就这个轨道。轨道？为啥？因为我这个是汽车，能开一个火车道。这样吧，最好的我给那个这面旗子吧。最差的，毫无疑问就是个排气。我觉得最好的是个轨道。最好的给到我们这辆车吧。最坏的我给我自己。不，最差的是他的。最好的是我觉得是这个旗吧，能让大家记得我。那个，我觉得最好的呢，刚才我也说了，我觉得这一票肯定给队长。最差的就是轨道。没理由，轨道 ，OK， 轨道，最差就已经轨道了。在这儿呢。哎，第一个啊，错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一点没意思。哦，
嗯，车骑啊，对。那这个奖励都给你们俩吧，你们俩一起吧。咋的？我有福同享，有福同享，一起一块儿。对对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。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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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那你哪里翻出来？最白的那个。山上发光了，你看。方方一个人在发光。方便面那个。方便面那个。方便面那个。小方便。小方便。